好，我们来测试一下无限秦皇啊，无限秦皇，看可不可以达成无限秦皇的目标。牙刚是不是全体攻击啊？你妈妈的嘞，那给我全体攻击、欸，真笑、欸。其实没差啦，到第三关的那个都，那个都是那个。敢这样就全体攻击，不太喜欢。这一队啊，这一队你就是要学会控天降，要几个又要几个。等一下，我看太重。好，控天降就是控秦皇，控秦皇就得天下啊！学起来啊，一个台词可以用很多次哈。十四哈，十四的话就是五五四 ，OK， 五五四哈。再一个五五四哈，五四哦。OK。没问题。哦，五五五哈，五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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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1 2 3 4 5 OK 1 2 3 4 OK No problem 很简单啦、啊、跟着百姓学转珠哈，感觉CD还没出好，没有这个怪就快被我干掉了，你知道吗？ OK 可以开始把这边手转就好了。消除强化腐蚀不会对敌人造成伤害哦。啊，刚才是要拍小哦？哈？干起嘛拍？这样可以吗？哎，怎么办？铁柱没有用啊！这样吗？你们意思是这样吗？哎，干，好像有机会，我觉得好像有机会。哎，有机会！不用啊，就这样啊，就不会暗抢了。可以啊。涌动啊，我们不是想好了涌动吗？哈哒哒哒哒哒，哇，可以耶，可以耶 ，OK， 没问题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不能涌动哦。啊，我可以再开一次吗？没有天降暗墙啊，就照我刚刚那样削就可以了。我示范一次啊，真的是可以的。这样就可以了、啊，这真的是可以、欸，没有在胡乱呢。这个叫做神魔之塔，叠珠小天王呢、欸。我的，好像不能涌动哎、欸，靠背啊，不能涌动、欸、怎么办？要再开一次是不是？
OK 啦 OK 啦 OK 啦，什么子的叠珠小天王啊，再开一只，是哦，一次开两只是不是？你要开妖刀再开青黄是不是？哦，开妖刀哦，再开青黄，这样是不是？这样是这样吗？哦，因为我没有妖刀复制，所以我不知道这只怎么玩。说实在话，我真的不知道这只怎么玩。啊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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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哦，太屌了！哎，这样打很猛哎，你们觉得有没有觉得很猛？所以这样是永动是不是？这样就永动是不是？啊、哦，永动永动永动啊永动啊永动啊！哎、啊，开妖刀，结束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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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。很简单呐、啊，哈那样，靠背啊，怎么越来越多啊？开腰刀，再开轻松。OK OK OK OK。所以到底什么时候会添加暗珠啊？哇，九 combo 完全没有暗珠哎、欸，厉害吧？看一下、哦，看这不行，这一定要这样弄。看这做坏掉了、欸、我真的把它玩坏了。动金石红 ，OK OK， 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、啊。就拼一次天降的意思就是这个概念就对了，对。啊，我会，我会。我觉得我现在觉得这个动作有点智障。OK OK， 永动永动永动。哎、欸，这个动作会不会有点智障？干！天降暗珠，哇！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这个好像可以叠珠，这个好像是可以叠珠，叠珠叠起来。叠珠叠起来，哇，很简单呐、啊！休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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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哎、啊，这不给他出就对了是吧，看一下啊、哦，嗯，干五颗不好叠。再一次，看这对实在太犯规了，会不会太犯规啊？跟一五一对一样赌天降的，好像是这样，我好像是在干这件事。没关系，没关系 ，OK OK。这个叠珠小天王这种小 case 啊，这个交给我，这个交给我。靠腰来冲阿西。OK 啦，无敌解盾嘛。这 OK， 这 OK， 这过了，这过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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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了 ，OK 了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你再慢慢磨过去了，没问题。标题怎么下？赶快想一想，无限秦始皇是不是之类的？赶快去想个标题来。叠珠叠起来 ，perfect！ 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削到了？好像削到了，刚削到了。叠珠叠起来，叠珠叠起来。这样 ，OK， 叠，再叠，一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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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
正你就切按朱军弄他就对了。对啊，这种切按朱军弄他就对了。我想要星星暗，你知道吗？我试试看星星暗好了，试试看星星暗。星暗星，然后叠暗珠，哎、欸，可以啊，从刚才一开始就可以叠了。我叠出小天王呢，对啊，从刚才就可以叠了。哎呀，叠出小天王刚在干嘛？哎呦，暗桥，哦，啊，我故意的啦，我在考各位的观念呢，黑啦黑啦。我知道有暗墙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啦，没有忘记啦，没有忘记，忘记我做不到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来来。哦，两段式叠珠哈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 ，perfect， perfect， perfect。我在考各位啦，那个反应很快啊，剑圈很快、啊，我一讲他马上就反应到了，其他人都没有发现。OK 吧，没问题吧？你、欸、说真是有点危险哎、欸，我觉得会死掉哦，我觉得有点危险、欸。龙哥不能开这里，怎么办？又要叠住了，又在考我叠住。干，哇，我有点后悔，我他那有点后悔，干，那个汪浮手我看不太清楚。哦，吓死我！龙哥最后关要用啊，你自己看，水浮手完全没有接触你帮所有浮手，干，攻击力越高，所以最后一关才是关键啊。OK OK， 没问题没问题。这关是送分吗？六康伯顿，这关是送分吗？这关是送分啊，没错啊。这关是送分啊，没错啊，送分啊。一波气刷过去啊，刷到他妮妮看不到啊！看了呀，来刷过去，刷过去。这样吧 ，OK， 一波七啊，各位观众，叮叮叮叮叮，龙科脉动，你血有点多，一只一千多啊，我怕不太够。掉一个没关系，照打不误。各位观众 ，Oh no no no， KO， what the？ 啊，那是23亿吗？还是2亿？2亿吧，应该不是23亿吧？我也看不太清楚，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那到底是几亿啊 ？OK 了哈，没问题没问题，拖拖拖拖，标题就这么下。好吧，我们想一想，想个浓一点的、浓一点的、浓一点的标题。2亿3000万日 ，OK OK。